嘿嘿，欢迎收看东京热讯息。我们今天要介绍两款可口可乐最新推出的可口可乐冰沙以及芬达冰沙。那我们先静待十五分钟，让冰块变成冰沙。好啦，过了十五分钟差不多啦，接下来要轻轻的揉捏它，把冰块挤碎，变成冰沙。就跟斯乐冰差不多啦，内容物长这样吧。喂喂，跟可口可乐一样的颜色，但是没有气泡，喝起来有点像葡萄冰沙，我蛮喜欢这一款的。紫色的冰沙啦，那其实这两款啊，它其实没有加气泡，所以你要那种碳酸的刺激感的话，可能从这边喝不出。以上就是东京热讯息。那如果来东京玩的时候发现东京很热的话，可以来便利商店买买看这两款可口可乐出的冰沙哦。我是包波，大家再见，拜拜。